叶大人，可还认得我？是你，居然是你！我乃青云台督造，你想做什么？很快你就会知道。 虽是倭国女子，却迷了多少王公大臣呢？少痴心妄想了。今夜独孤将军护送女国使者入城，可千万别出乱子才好啊！能出什么乱子呀？大统领，今夜长安有本大人亲自值守，谁敢来捣乱？干什么呀？太过分了！哎呀！
那个呀，就是青云台，但是还没有竣工。啊，果然，蔚为壮观。果然，国史在女国听说过青云台。塞雁南飞断渭水，残霞晚照青云台。可能这诗文颂赋总是传的比较快吧。 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啊！妖怪，妖怪，快跑啊！快跑，妖怪！哎呀！给我追！是。这个大人，多谢了。小娘子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？ 脚崴了，大人，你可否护我一程？六大人，带房子姑娘速速离开此地。是。走吧，快走，走。 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将军还要来掺和一下，刘大人不要嘴硬。若不是我及时赶到，恐怕你就死于凶徒之手了。你嘴碎的好吧？在圣上面前说我们景陵是吃皇粮不干人事的，是你呢？ 本该招降纳勇保皇护国，却成了加官进爵的跳板。我若不执剑，愧对边关幽魂。成婚执剑，日日弹劾，就你是忠臣，还是见识小人。
臣独孤如愿，参见圣上。女国下臣萨姆班若参见圣上。圣上万岁万万岁！女使远道而来，将军护卫有功，平身。谢圣上。7年前，朕按预言所示，剿灭藤族。这7年来，我大魏风调雨顺，民生安康。 长安城秩序宁畅，条贯井然。女国国主可谓功莫大焉。多谢圣上龙口御赞。女国国主善占卜吉凶，谶言灵通，能御国运。她新晋又为我大魏。 沾得一句真言，寄予这国书之中。如今，这国书顺利送至，此乃我大魏之福。何时开启国书？须待朔日子时，东方苍龙七宿行至中天，预言方可呈现。好了，女使舟车劳顿，先下去休息吧。独孤将军，臣在。女使和国书。 朕都交由你保护，若有差池，朕唯你是问。领命。死者叶志坤，夫人一月前病故，独女失踪。真是祸不单行啊！叶志坤，是祭台的那个监工叶督造吗？正是。这祭天大典在即，这不是给我们找麻烦吗？ 阿离啊，查的怎么样了？死因如何？颈部无痕，身上无伤，体内无毒，排除自杀、他杀、毒杀的可能性。死于何时？从尸体的硬度初步推断，应该是今夜亥时。亥时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之前在新月坊出没的那个怪人，也是死于亥时。是。 看来果然是国书降至，长安难安啊！女国使团遭人劫杀一事，贼人身怀异术，朔日将至，臣以为并非流匪散勇，幕后必有主使，欲行不利于我大魏之事。可有抓到活口？没有。圣上不必心急，只待国书开启之日，必可昭显祸乱之源，就像。 当年的藤族一样，过往之事不必再提。等祭完天，上苍自会回应朕的心意。嗯、慢点，慢点，轻点儿搬。哎呀，你轻点儿。来来来，刘大人，您也来了。行，这边，使劲。独孤将军，怎么在这儿？这。 是我执意要来瞻慕，独孤将军就陪我一起来了。好嘞，原来国使对这青云台也有兴趣。哎，你看正了吧？来，先坐好。早在女国的时候就听说，大魏的青云祭台高绝攀天，无论是功造还是气魄，都是名扬天下的。我既然来了长安，怎能失之交臂呢？ 大人有何事下？叶督造死了，所以狗拿耗子过来看看进度。听说了吧？刚听说。哦，
不过大人放心，最后修缮了，祭天大典前青云台一定能完工。这老爷严肃为人如何？只能说鞠躬尽瘁，他老人家实不应该这样收场。鞠躬尽瘁是吗？是啊，这青云台原本已经尽善尽美了，但是为了给圣上造出功盖千秋、空前绝后的祭坛，叶大人数月前又大改了一次图纸。虽说突然变得脾气暴躁、苛待部下，但他劳心劳力赶进度，一心为国事，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。国师，请。将军带我来此，何事啊？只是想让国使知道，国叔在此，大可安心。国叔能在独孤府保管，自然是万无一失。将军，费心了。将军，这是何意？听说女国使团虔诚修行，素来不善武艺，没想到般若姑娘倒是对我大魏五元小九天身法颇有研究。我们远行千里，路途艰险，没有一技傍身，怎能防住某些小人？还想狡辩？若是记得没错，青云几台督造叶志坤的续弦天房就是五元小九天，一派失声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不如你来告诉我，长安叶家女国使团，你更想和哪一方有瓜葛？我若不说，你奈我何？你若说的都是对的，你真的会伤害我吗？你分神了，雕虫小技。独孤如愿，我叫叶千瑶，叶志坤，正是家父。阿离啊，怎么样了？手腕和脚踝红肿，皮肤溃烂，小腿肌肉萎缩，血脉不畅，脊椎弯曲，他应该被囚禁过，囚所逼仄狭小。这种蛇鳞并非自然生长，也不是病变，这一点倒是很奇怪。能确认此人身份吗？他手指奇长细软，没干过重活，但掌心和指腹生茧，可能是位手艺人。你俩速去工部调查一下近期是否有降噪人员失踪。是是。数月前我爹突然失踪了一夜，回来之后便性情大变，判若两人。但因那时青云台修造时日无多，所以我和二姨娘还以为他是怕不能按时完工，因此才焦躁。但他之后对我们变本加厉的冷漠，直到一个月前的一天，我们忽觉长脚欲断，才发现被人下了毒。这不合常理啊。我当时的反应和你一样，但直到我看见他持刀而来，那冰冷的眼神，
我才确定，那绝非我认识的那个父亲。所以我用尽全力逃出家中，也不知跑了多久，便力竭晕了过去。直到我醒来，才知道是被女国使者所救。这是女国国书，你带着他快逃，长安城交给皇上。我乃女国使者三本乳，这是我一生的使命，你快走。我是否有罪，相信圣上日后自有定夺。可家父身为青云台督责，如今却被贼人假冒，孰轻孰重，相信将军自有决断。还有这个，这是当日出入长安之时，那个蛇灵人在临死之时交付给我的物件。此事果然蹊跷。孟虎直，在。从现在起，国书就交给你了。将军，这万一要有什么差池，可关系到你身家性命啊。我信任你，才把命交给你。待会儿我和叶姑娘去看验房一趟。是。哎，我说，你一个男人，这尸体还没开始腐烂呢，你就被熏成这样，能不能有点出息了？哎，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，你不知道我鼻子很灵的呀？行吧，说说叶志坤的案子有没有什么眉目？嗯，哎，毫无头绪。听那些下人说，此人最近性情大变，脾气古怪。想来也是，祭天之日在即，若不能如期完工，那可是要掉脑袋的。哼，一位女子而已，皇上竟会为她大兴土木，真是……你疯了，不想活了？放开，这是我的地盘，我想怎么说我就怎么说。你给我闭嘴吧你！独孤狼，别来无恙。你看看，是他吗？看来国使大人对叶志坤的死也颇感兴趣啊。不是叶志坤。什么？那他是谁？我来跟你们讲讲前两天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仗。当时我跟将军去救女国使者，黑压压的一片，黑衣人准备刺杀女国使者，在最关键时刻，胡爷从马上飞身落下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唰，全放了啊！所以啊，国书一定要看好，知道吗？是。是，放箭。他奶奶的，又是你们！还想跑？追！是。小峰，柳长风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们这可是犯了欺君之罪，如果我不如实禀明圣上，我们锦陵市上上下下都会吃不了兜着走。你现在有两个选择，第一，
立刻到圣上面前告发我们。第二，此事暂且压下，等将蛇鳞人叶芷坤一案查清之后，再请圣裁。让我做选择，很好啊！我现在就选择告发你们。哎，你别冲动啊！怎么，只许他执剑，不许我当回忠臣了？真当我们锦陵氏吃皇粮不干人事啊？我，刘长风，现在我们四人全都是站在圣上那一边，但有时候忠君报国，不能鲁莽行事。哼，话都让你给说了，说不重要，做才重要。这是你锦陵氏的地盘，你的做法关系到很多人的吉凶。哎，算了，那个叶千阳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你说说吧。虎爷，虎爷，您回来了，弟兄们可都担心死了。他奶奶的，追了一宿，还是令。我叔可安好？一切正常。虎爷走后，独孤府并未出现任何异动。那就好。哎，虎爷，这门谁都不能开啊。此国书关系到独孤将军身家性命，如果有什么闪失，我们都会掉脑袋。让开！虎爷，您看，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既然这样，我就放心了。死者的尸体我已经仔细的查验过了，并没有发现易容的痕迹。叶姑娘，你有所不知啊，这阿离虽然相貌平平，不过在长安城里面精研易容之术的，他认第二，可没有人敢认第一啊。总而言之，看验房里那个人绝对不是我父亲。好了，不要争了。你们说那蛇鳞人和假叶芷坤都是死于亥时，这未免太巧合了吧？照你这么说，这只有一种可能了。他们二人被某种邪术把整张脸和整副身体都给调换了。荒唐，天下间怎会有这般邪术？邪术？我不确定，我只依稀记得在几年前卷宗归档的时候，好像在某本古籍中看到有此类邪术的记载。将军，独孤将军，大事不好了。何事？国书丢了。哼，老臣以为独孤将军断不会坚守自盗，只不过是倾陷了奸猾之徒。不可能，虎直跟随我征战多年，一直忠心耿耿，他不是奸徒。他不是奸徒，难不成是你？圣上息怒。将军，约束部下不力原是你的失职，若他日上了战场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此事事关我大魏国运，朕暂停你所有军务，朔日之前找回国书。刘长风，臣在。锦陵氏倾力配合，若找不回国书，你俩提头来见。是。就这么一个门，人走出去的时候你们看不见吗？将军，当时我们在前院巡逻，见是自己人就没敢多问。所以你们就放他走了是吧？我们和虎爷还打了个询问，他说今晚可能还有人滋事，就让我们在前院守着，绝不能擅离职守。刘长风，你干什么？又是你。怎么回事？这屋里有股味道，很熟悉，从哪儿出来的呢？血腥味。不是血腥味，我好像也闻到了。
似有似无的。一定有，我鼻子很灵的。又不是你。哎，你怎么不闻闻我啊？你身上死人味太重了。柳大人，多谢了。柳大人，多谢了。小娘子，原来是扶桑春那些小花娘的味道。你怎么还去那种地方啊？这不重要。阿里啊，你继续查叶志坤跟蛇猎人的案子，案毒库或许会有新的线索。独孤将军，换身衣服，本大人带你去扶桑春见见世面。没想到柳大人平日公务繁忙，爱好出入这种地方。哎，你我都是一殿为臣，我这也是身不由己。逢场作戏吗？柳大人。哎呦，这不是小娘子吗？独孤将军，这是什么风把你们俩都给吹来了？这我们哎，这不是女国国使吗？今晚我们这扶桑春啊，可真是春阳雨露俱全呢。我听说啊，这域外的女子个个能歌善舞，既然都到了扶桑春，你可不能不露一手啊。哎，无忌，那我却之不恭，只是姐姐不要笑我班门弄斧才好。走走走。现在有请女国使者为大家献舞一曲。干什么呢？滚出去，滚出去，出去。独孤将军，末将在此等候多时。你速把姑叔交出来，我一定向圣上求情，保你不死。将军莫急，先与末将喝两杯。
给我停手！我说，这国书都顺利找到了，你还臭着脸干什么呀？孟虎之他盗取国书，到了圣上那儿，那也是死路一条啊。他一定是被人陷害的。你怎么还信任他呀？哎，别太难过。老五半生随我出生入死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。即便他行差踏错，原本我以为我们俩见了面，他一定会听我的，没想到性格实际。杀了他！有些人会变，有些人不会。我相信孟君言，他不会背叛你的。不重要了，人都已经不在了。人是不在了，可是声誉和名节还在。我们一定要查清案件的来龙去脉，还孟君爷一个清白。我查到了，双蛇换脸，同生共死。这是藤族失传已久的邪术，相传以当地独有的双头巨蟒为载体，对失术的二人进行身体兑换。这古卷中提到，被换脸者身上会长出蛇鳞，身体虚弱不堪。换脸者与被换脸者身形、外貌，甚至包括声音也一模一样，不过二人也将生死相连，同生共死。藤族秘术，这帮外衣不是早被丞相赶尽杀绝了吗？
还敢出来作乱？阿离，你可有将勘验房中的蛇鳞人与假叶志坤的身形一一比对过？不是自杀，不是他杀，不是中毒，没有病史。此二人身形尺寸测量如何？二人间，同宽11寸，臂同长20寸，身同高5尺1寸。看来眼前这个蛇鳞人，便是真正的叶志坤，应该没错了。你看，我早就说他是。你爹不会白死的，你放心，我独孤如愿答应你，定会将那些在背后兴风作浪的藤族余孽就地正法。叶志坤一案事关祭天大典，如此看来换脸的人不止叶志坤一人。独孤将军，朔日已至，你当速速前往皇宫面见圣上，递交国书，剩下的事情就由我来办。臣女为替家父洗雪沉冤，迫不得已。哼，叶姑娘一片孝心，其情可悯，请圣上开恩。叶千瑶，你虽假冒女国使者，但朕念你保护国书有功，功过相抵，暂且饶你一命。起来吧。谢圣上。谢圣上隆恩。若如你们所说，叶志坤和孟虎直是被邪术所害，是何邪术啊？藤族邪术。不可能，藤族在7年前已经被宇文大人带兵剿灭。将军是在追责丞相办事不力吗？锦林氏已经在扶桑春抓获一名俘虏，此时柳大人正在诏狱刑讯，相信过不了多久一定会水落石出。我不想为难女人，只要你说出藤族余孽的藏身之所，皇上宽仁，必会赏你一具全尸。宽仁，你们的圣上只因为区区一句预言就将藤族赶尽杀绝，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宽仁吗？哎，我说你一窝国歌姬，怎么张口闭口全是藤族？藤族给你们什么好处了？你们怎么就……好了好了，你一边待着。阿离呀，方子瑜我可是老主顾了，他说话可不像你这般粗鲁。哎，你们藤族邪术害人，早点招了，彼此方便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本姑娘听不懂。那本大人就再跟你说清楚一些，这扇子里面的剧毒想必姑娘比我更了解吧。你若再与我生分，我就好好送送你。以你的姿色和才艺，到了鬼国依然是花魁。说。住手！以这些残兵游勇，绝不可能谋此大事，他们幕后必有主使。
你们听我说，你们其中任何一个肯弃暗投明，供出主使，我便可向圣上求情，并非没有生还的希望。难道你们真的这么冥顽不灵，要白白的送上性命？白霓裳，巨长史兮射天狼，操于湖兮反轮驾，原北斗兮卓贵江。天下，国师，此意何解？这，臣不敢说。圣上，朕言再明白不过，这是说独孤如愿有不臣之心呐。不错，看这国书所言，这独孤氏怕是要出地心啊。大胆独孤如愿，你狼子野心，幸亏刚才国师现场将你揭露，来人呐，将这逆臣拿下。圣上容禀。圣上，国书虽有相助之用，但是事在人为，即便是预言，也未必是十拿九稳的。请圣上明鉴。国师对此预言有何见解啊？回圣上，女国国主自来未卜先知，从未错勘错断，以预言所示，即使独孤如愿现在没有二心，也难保他日后不会扭转乾坤。你这是诛心之论。如愿，你倒是说话呀，将军。圣上，
过篡权夺位之心。如若国叔所言非虚，罪臣愿请圣裁以表忠心。将军，褫夺独孤将军职位，将独孤如愿押入诏狱。圣上，圣上三思啊！圣上，真的会伤害我吗？你再大点声，让他们把我们都抓了得了。这前一日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将军，转眼就成了阶下囚。就因为预言中的区区八个字，至于吗？帮人欺君罔上，给人洗冤昭雪，这倒好，把自己给洗进去了。你去给独孤狼求求情啊。我也没说不去啊，毕竟这国书它代表了天意啊。我不信什么天意，你们也知道独孤狼的为人，他怎么可能犯上作乱？你我只是凡夫俗子，当知天命不可违的道理啊。没有试过，怎知不可动摇。你那是什么？这是我爹临死前留给我的遗物，就从我家开始查，我相信一定会有新的线索。还查什么查？祭天大典在即，家父身为青云台督早，却被藤族贼人换脸。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们真正的目的？要是万一……万一青云台他即使塌成了一片废墟，那也是工部的责任。跟我们锦陵市无关。我知道你不是这样一个自私的人，我也知道在你柳长风眼中一直把独孤如愿当做朋友。婆婆妈妈的，叶姑娘，我陪你去。哎呀，我也晒了一天的太阳了，也该活动活动身子骨了。别磨蹭了，走吧。你俩送内勤。是。你们俩去那边。是。
别搜了，我们走。是是。你快走，我去拦住他们。你脚程快，速速马上图纸去面上禀明实情。我柳长风怎么能让一个女人给我断后？你快走，这是我家，我自有逃生之策。你若有什么不测，我怎么向独孤如愿交代？那他若死了，你又向谁交代？现在他的性命甚至大魏的国运都扛在你的身上，能不能拿出点做统领的决断来？你现在不走，我们谁都走不了。快走啊，走。那你千万保重，务必脱身。不过，整个大魏只会认我。别着急，等一下，你就会和他们一样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要找到这么俊俏的脸，还真得费点功夫。柳大人，柳大人，不能进去。柳长风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想替独孤如愿求情就免了。臣冒死闯昭仪寝殿参见圣上，是为独孤将军带一句话。跟朕说什么？他想求圣上杀了他。跪下！吓着了，这错的也太残忍了吧！怎么
个过场罢了。去准备准备，你的手艺该派上用场了。我们来一个以齐人之道还治齐人之身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自有去处。圣上，吉时已到。为天惠民，奉天辟壤，天有险道，绝类为章，辅度四方，万国和荣，奠基华夏，百足盛兴，建此京城，福为上享。不是你，退下！否则我就杀了你狗皇帝！退下！这是哪儿？元宝具，你为了给一个病妇祈福去病，不惜大兴土木，穷年累月地修造着青云台，你可曾想到有朝一日你会深陷于此？你到底是谁？我乃玄龙子腾族大祭司。不可能，腾族早已被我剿灭。我只不过借了你大魏国师的一张脸，不过这张脸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作用，因为我马上会有一张更好的你的脸。你想干什么？放开，放开！你作为一国之君，既无经纬天下之才智，又无谋断乾坤之担当，却轻信一个域外小邦拨弄是非的妄语，灭我腾族！像你这样
是国之大贼，为了某次大计，不行妖术害人，篡夺帝位后，不知有多少人要死于朝纲颠倒。这等鬼余伎俩，就能得配天下了。汪图霸业是血海，一将功成万骨枯，自来如此。待我入主未央宫之后，必将励精图治，保国安民，让大魏免于兵祸，岂不是强你百倍？阿离姑娘的易容术冠绝长安，虽只有两个时辰不到，但套你个三言两语也是绰绰有余。独孤如愿，你竟然没死！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来杀了你！地方这么难找啊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怎么了，独孤狼？这才几日不见，就那么生分了？嗯？没想到你也被邪术所害。蛇换脸，同生共死。独孤狼，你舍得杀我吗？嗯？就救你出去。
人，每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这里。狗皇帝，我要让你建立的丰功伟业，随着这青云台一同坍塌。臣有一事荣禀。爱卿请说。传闻西北边塞仍有逆党，臣愿请旨深入查剿。边塞辽远广阔，逆患风流星散，此去可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啊。臣披肝沥胆，愿为圣上决此于患。好，爱卿忠君体国，即有此豪情宏愿，
朕准了。谢圣上。起来吧。独孤如愿。臣在。独孤天下，原来意思是得独孤者得天下，是朕错怪于你。你身陷囹圄，依旧忠义无双，值得托付笃信，朕便赐你一个信字，从今往后你就叫独孤信。臣独孤信叩谢圣上恩赐。吾皇万岁！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水，夫人，坚持住！夫人要上来！水来了！水来了！水水，来了来了！神啊！恭喜将军喜得千金。我来，我来。将军，给大小姐起个名字吧。般若，就叫她独孤般若。天下安宁，又怎是所谓灭异族所能成？天下安宁，需诚天心，崇仁义，省刑罚，通官粮，敬贤如大兵，爱民如赤子，得民心，方得天下。